这样子落下来 ，solo 就开，开 ，solo 开的在这里走 ，solo 提住，在这里分，提住在这里分才打，这个肘不要掉，肘不要掉下来，肘不要掉下来，因为你把别人的手是开的，你手放，你这边已经落下来，手开、开了嘛，手开了，你要打的时候，你还是要保持到你的肘是管到他手的。你不要一打他的时候，肘就放下来，打头了，松了，听得懂？嗯。啊，所以这边分，这边把手一分的时候，要打他，是这样子。啊，这才能长头，对，头也要长，对。啊。